大家好，今天我又坐地铁兴高采烈地来到了纽约有名的商业街第五大道，来看一下这里空商铺的情况。我之前也来拍过 N 次了，那疫情过去这么多个365天的日日夜夜了哈，看一下空商铺的控制率有没有有所好转，还是情况更加严峻，水深火热了呢？街道的名字先扫一个。那第五大道呢，是纽约曼哈顿区的一条主干道，它从格林威治村的华盛顿广场公园向北延伸到哈林区的西143街，对面是纽约的苹果旗舰店，过去瞄一眼。但苹果旗舰店的左侧是世界名牌迪奥，那苹果旗舰店的右侧呢，那家商铺倒闭了。大厦门口插的彩虹旗，因为再过几天是纽约的骄傲日游行，看大厦高楼都插着彩虹旗。6月末中午的11点过，路上的行人稀稀拉拉的。现在旅游旺季，大家看绿牌包包门口都没有人排队。第五大道的无家可归者在街边乞讨。对面呢是世界名牌 Tiffany， 它已经不在这个特朗普大厦混了，搬到了旁边的东59街。那现在都不香了的特朗普大厦的对面呢，你看这里商铺空掉了，已经打围了。这个地方是很好的地段，中央公园走过来几步路，直接向南前进。好，过马路拐角有一个空商铺，看右侧是特朗普大厦，我脚都没有走热乎，过来拐角处就像这栋古香古色的大厦1楼空了，等待招租。那这家关闭的名牌首饰店隔壁呢，大家看连着几家都是空商铺，打围了。你看大门紧闭，挨着挨着的。第五大道它也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购物街之一啊。那如今的第五大道呢，已经不再是生意兴旺的保证了，现在是旅游旺季。你看街上的游客就这么寥寥几个。你看第五大道旁边睡了两个无家可归者，好像喝醉了。两个无家可归的都是年轻人，大中午的，你看在这躺着。没走几步路，这是东54街，你看过来街角处底商全是空的。哇，好多学生哦。大家看整个底层差不多占了一条街，全是空商铺，这个铁卷帘门是拉着的。这家也是空了好几年了。啊，好难得前面来了一群美女。东54街路口是优衣库，他家的生意呢还一直不错。你看现在第五大道开着的这些店面都是一些非奢侈品，都是一些大众品牌。以前的第五大道吧基本上都是奢侈品的旗舰店。我先顺着往南走一会儿，再回头逛对面的商铺。面这家店呢是维多利亚的秘密，卖女性的浴衣的，之前呢也是关了2年，今年呢才重新开张。往前走就是有名的洛克菲勒中心了，游客相对集中一点了。洛克菲勒中心旁边呢是卖乐高玩具的，这卖小孩子的东西吧，生意它还是不错的。那网上说呢，第五大道曾经首层的商铺的租金曾经达到每平方英尺3000美元，有些地方甚至更高。街头小贩车，但是现在呢租金大概是之前的1/3甚至更低。洛克菲勒中心门口铺的彩虹大道，网上说呢纽约时代广场旁边的租金的跌幅呢也低了差不多20%。现在这里走到了西49街，你看这个十字路口底下的商铺全是空掉了，等待招租。街角两侧这个商铺全是空掉，基本上占了一条街。这是旅行团的，前面是导游。这个空商铺过来，你看这一侧的空商铺也是在打围，不知道是重新装修还是怎样。总之吧，第五大道呢挥别了很多老的奢侈品牌呢，同样迎来了很多快餐品牌入驻，比如像对面的 H&M 快餐时装店。你像这家卖普通墨镜眼镜的旁边这家商铺也是空掉了，等待招租。这是590号，大家看街对面的575号，整栋大厦空置，等待招租。这里是西47街，
是576号第五大道，你看街角处这个商铺一层全部空掉，等待招租哈。以前是卖首饰的，全部拿这个黑色的玻璃门封住了。你看这一侧也是，全部关掉，封起来了。好多无家可归者皆有哈，在这里要钱。看第五大道550号是美国银行，它的隔壁也是一个空商铺，等待招租。透过玻璃看一下，这间小商铺面积不大，应该还是很好找到租客的。这家卖雪地靴的品牌是去年年底刚开的吧？好像。那网上说这家卖雪地靴的品牌连锁店呢，他们做好准备要在第五大道经营10年。现在走到了74街，大家看拐角处那个商铺还没有租出去，一直空了几年了。在第五大道这一侧扫一下，门牌号是522号。门口在做新冠肺炎免费检测，中间有个大厦的大楼入口，你看这一侧522号啊。这门口是个公交车站，这44街对面这家北面卖羽绒服的商店，他们家生意还是比较好的，但是很多小偷光顾，在冬天的时候。没走几步路，这里又有一个免费的新冠肺炎检测站。大家看前面是卖羽绒服的北面，过来这家商铺也是空掉了，等待招租。卖衣服的 Zara 快餐时尚品牌，他们家的生意一直还是不错的。好，过马路继续朝前走。第五大道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门口也是挂着彩虹旗啊。这位黑人小哥在街边自己补自行车的轮胎。没走几步路，又是检测新冠肺炎的站点，西39街了。你看街角处这栋大厦的底楼全部空掉，等待招租。你看玻璃还被人砸碎了，拿了个木板挡着。打围的这家空商铺过来，大家看一下街角处这里这么大一个商铺也是空掉了，等待招租。透过玻璃拍一下空商铺的内部，你看这个货架和柜台都是空荡荡的。大家看前面那个打围的和街角处这个大的空商铺过来，过一个街口，这里又是一个大厦的底层，等待招租。你看上面还写着广告，对吧？透过玻璃拍一下，里面有一个小哥好像在打扫卫生。透过玻璃看一下，真是家徒四壁的感觉呀。看空商铺的门口，一个年轻的街友在这里乞讨。这个街角处的空商铺过来，紧挨着隔壁这家不大的门脸也是空了，等待招租。然后这里有一个检测新冠肺炎的站点，检测人员也不在啊。啊，进去看一下。大道满大街都挂着彩虹旗，因为这个周末是纽约同志们的骄傲日游行嘛。走过来这个蓝色的棚子，这家是彩虹平价时装店。昨天我的视频拍了这家彩虹平价时装店，在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那家店是倒闭了，开了16年还是14年倒闭了。你看衣服才5块钱一件，比盒饭还要便宜，一条裙子才11块钱。你看衣服才4.99块，5.99块。现在在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吃一碗牛肉面都要11、12块钱。他们家的款式呢比较适合西语裔的朋友和非洲裔的朋友。现在走到了第五大道加西35街了，看前面就是彩虹平价时装商店，过来这个街口这个小门脸倒闭了，等待招租。这家空着的门脸过来过个路口，你看街角处又是一个巨大的空商铺，位置很好，在这个街角处两侧都等待招租。透过玻璃拍一下空商铺，真是空得彻彻底底呀。这个空商铺的隔壁第五大道的门脸哦，现在都租给这些卖甩货的这些店主吧。你看全是卖的打折的这些箱子，几十块钱一个。看转角处的空商铺过来，这个是卖甩货的箱包。然后过来隔壁366号，这家以前是卖首饰的，你看现在也关闭了。橱窗里面空空的，首饰的展示台。啊，这里又是一家免费检测新冠肺炎的站点。你看过一个路口，对面又是空商铺，等待招租。这儿又是免费检测新冠肺炎的站点。现在这里是西34街，街对面这栋大厦就是游客的打卡圣地哈。帝国大厦，所以游客很多。今天天气还不错，不冷不热的。
但是这个帝国大厦的一楼这个底商它也打围了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纽约最近呢游客数量是恢复了，但是呢远远达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。中午1点了，到对面买个披萨来吃。哇，很多游客在这里，卖吃的生意都还是不错的，价格不贵嘛，所以排班站队的。我拿一个无糖可乐吧。好多品种的披萨呀，一瓶水一个披萨8.69。前面是第五大道的无家可归者，正拖着推车呢，拉着家当。没走两步路，这里又有一家免费检测新冠肺炎的站点。啊，这家卖保健品的店也是倒闭了。这家在曼哈顿百老汇大街的店也是倒闭了。前面是免费做核酸检测的，好，甩过头来，还不到一个街口，你看前面又有一家做免费核酸检测的。一条街上有两家免费做核酸检测的站点，但是你看没有一个人排队做核酸检测。这个亚裔大叔在捡空瓶子拿去卖。这里是五大道加西31街，大家看对面的街角路口一个空商铺。这个底层的商铺很大呀，不知道这个卖咖啡的是垮了还是准备新开张。这家是298号，然后它的隔壁底商也是空的。你看这条马路前面这两家哈都是空商铺，然后转过来这里有一个酒吧是开着的，过来呢就是290号了，那再过来连着两家都是空商铺。大家看东31街和东31街这一条马路就开了一家，你看当头上这家旁边一侧也是空的，这个空商铺过来的拐角处又是空商铺。大家看底楼，你看橱窗全部用牛皮纸封着，说是这个要卖这个日本寿司，很快要开了，不知道哦。看嘛，第五大道276号，这个底商那间空着的，然后过来街角处旁边都是空的。你看276号过来，这就是274号嘛，对不对？也是空的。你看，透过玻璃看，274号里面人去楼空吧。你看，今天是礼拜4号，不存在说里面的工作人员没有上班。这家也是空商铺，256号，它的隔壁也是空商铺。透过玻璃看，以前这里是一家酒吧，大家看，还没走两步路，过一个路口，你看街角处，这家商店也是倒闭了。工人师傅在里面忙，不知道是不是其他的开张啊。隔壁那家店过来，你看这家也是倒闭了，等待招租。到242号，隔壁这个商铺也是打围了。这家224号。楼上楼下都是空商铺等待招租，然后旁边的220号吧应该也是空商铺。大家看222号过来是220号，然后旁边这个也是空了，好像是空了几年了，我上次来拍的时候也是空着，它以前是家餐厅。大家看平面结构图都贴在这个橱窗上的，你看无家可归者晚上都在门口睡觉了。你看多好的位置，这一侧也是空的。前面两个同志哥手拉手你龙我龙的。街对面是麦迪逊花园广场了，已经走到正前方就是有名的运楼大厦。在这个麦迪逊广场花园这里也有一个免费做新冠肺炎检测的站点。沿着麦迪逊广场花园这边第五大道继续向前，现在走到第五大道加西23街了。街对面有个免费检测新冠肺炎的站点，然后过一个马路路口，这里又有一个检测新冠肺炎的站点，一个街口两个，几乎没有人在这儿做检测。电线杆下坐着一个无家可归者街友，在这儿要钱。大家看，这里是第五大道182号，这个铺位是空了，等待招租。往前走180号也是空的啊，在数门牌号嘛。就是178号，大家看门口也是招贴等待招租。两步路178号过来，这是174-176号，这家商店也是倒闭了啊，等待招租，以前是卖咖啡的。那它隔壁呢街角处这个铺位呢也是空着，面积比较大，也是要等待招租。透过玻璃窗看一下里面，
街角处这家空铺面的面积比较大，看侧面也是全部是空的。两步路过来，这里是五大道的168号，你看也空了，等待招租。前面又是一个做新冠肺炎的站点，我觉得有点过剩了哈，这么多。走过来，这里也有一个小门帘等待招租，空掉了。然后它旁边也是空商铺，也是等待招租，146号。旁边146号空商铺过来，这里是142号街角处，这个铺位也是空掉了，等待招租。五大道进来，这一侧旁边有很多空商铺，就拍不完了。有两步路过来，这里是138号，也是一个空商铺哈，等待着招租。啊，走过来两步，134号，这也是空了，等待招租，也是空了好几年了。两步路换过来就是122号，这个空商铺比较大，是连着三间，面积是相当的大呀。再往前走就是华盛顿广场了，纽约大学也在附近啊。你看，这有一家空商铺。等待招租，小门脸。哇，还走了两三步过来，这又是一家空商铺，等待招租。啊，再往前走，差不多就是第五大道的最南边了。那我从这里就往回走了。这是路牌，扫一个。往回走就是朝北，回到刚开始中央公园和特朗普大厦那里。看前面又有一个检测新冠肺炎的站点。这里是第五大道加东15街路口，街对面有一个空商铺。第五大道73号，你看，两侧巨大的底商啊，这是。透过玻璃看一下空商铺的内景。看这里有一个小门脸，也是等待招租。嗯，第五大道街角处。街口一个无家可归者的街友。这里是东16街。看路口这个底商全部是空的，橱窗用牛皮纸封着。这里是入口的大木门。这里是第五大道119号，你看隔壁那家商铺也在等待招租，门口站了个美女。这家129号橱窗里面还有东西，但是里面已经搬空了。大家看，透过玻璃，里面的货架上面的货都搬空了。这里是第五大道加西21街的路口，你看这家汇丰银行倒闭了，这么大一个铺面，橱窗和大门都用牛皮纸封着。汇丰银行的街对面过一个小街口，也是空商铺。大家看，一栋大厦的底层，两侧都是空的。你看汇丰银行和这家商铺位置都不错，都是在十字路口。两步路过来155号，你看这里也是空商铺，等待招租。透过玻璃拍一下155号里面的空商铺，那间空商铺过来这边是150号，你看也是空商铺，等待招租。这空商铺过来呢，这里是哈利波特的纽约的旗舰店，去年开张的好像是。哈利波特旗舰店过一个小马路，对面十字路口底商也是空的，等待招租。你看位置也是极佳，十字路口还挨着地铁站。透过玻璃看一下，里面全是拆下来的木板。透过玻璃看一下，货架全部都搬空了。往回走，这里是东26街第五大道的225号。你看这个底商铺，全部是空的。看225号多好的位置，前面就是麦迪逊广场花园。你看靠五大道的这一侧都是空的。往前走，这里也是空商铺，这里是第五大道的241号。你看这一排全部都是在等待招租。这家小门脸说租出去了，在秋天开张。啊，餐馆门口都挂起了彩虹灯笼，迎接骄傲日。彩虹餐馆的隔壁也是255号，也是空商铺，等待招租。街对面一个大姐在捡空瓶子。巴克咖啡过来373号，过来这有一家空商铺，旁边是卖打折的礼品店。过来377号，这家商铺也是卷帘门拉下来了。第五大道加东37街路口这栋大厦的底商
全部在等待招租，基本上占了半条街。大家看一下，来东三十八街的路口，这里的底商也是在等待招租，巨大的空商铺。这里挂了一个巨大的蒙娜丽莎的像，把这个空商铺遮住，顺便引起大家的注意嘛。这个蒙娜丽莎空商铺过来就是431号五大道，也是空了，等待招租。431号过来，435号这里也是空了，等待招租。透过玻璃看一下，这个商铺的面积不小哦，很深。街边坐着一些街友，无家可归者。这里又是一个免费检测新冠肺炎的站点，这是东40街，街对面也是空商铺底商，位置极好啊，靠近布莱恩公园。透过玻璃一看，哇，还是上下两层的，面积巨大。透过玻璃这个角度来一张，这个空商铺地下室还有一层，哇，一共三层。前面街角处那个巨大的空商铺过来，这个街角处又有一家空商铺，位置是第五大道475号。透过玻璃的一侧看一下，透过玻璃的另外一侧看一下，我的右手边刚刚拍的检测新冠肺炎的站点，转过来正前方又有一个检测新冠肺炎的站点，是不是太多了？你看嘛，不要钱都没有一个人在这检测。这是第五大道511号，橱窗也是被牛皮纸封起来了。第五大道加东44街，大家看这栋大厦的底层基本上占了半条街，全部是空掉的，等待着招租。透过玻璃看一下，巨大的面积，好像还有地下一层。第五大道街头的行人座椅上，很多无家可归者皆有在这里睡觉。551号的隔壁，这也是一间空商铺。你看这里又有一个检测新冠肺炎的站点，根本就没有人检测。你看，右手边是阿迪达斯在第五大道的旗舰店。你看镜头过来，这一层的底商全部空着，等待招租。橱窗上还贴着这个建筑的平面图。大家看一下，面积巨大，并且位置也极好，也是在这个十字路口，575号空商铺的对面，过一个街口，579号，你看底商也是全部等待招租。这个底商也是在街角的十字路口，位置非常好。上面是汉语拼音老凤祥，很久没来这里开了一家老凤祥的银楼。哇，这美女的糖果打到了，撒了一地。美女还是很乐观，没有生气，在使劲的笑。第五大道很多商店都挂着彩虹旗，这又有一个检测新冠肺炎的站点，也没人。第五大道663号，这个铺面也是空着的，等待招租。左手边是微软在第五大道的旗舰店，过来是675号是空商铺，然后转过来673号也是空商铺。你看位置也挺好，在这个街角处。微软旗舰店的左右两侧都是空商铺，你看这一侧也是大门紧闭。是加拿大鹅在第五大道新开的一家商店，以前没有。加拿大鹅在曼哈顿的 SOHO 区也有一家分店。加拿大鹅的隔壁693号，这个商铺也是空了，等待招租。过玻璃橱窗里面还放了这个商铺的平面图。来来回回走了两圈，第五大道的空商铺比去年的控制率呢有所缓解，但是还是不容乐观。当然了，希望世界各地的旅游城市都尽快恢复过来。已经不是很香的特朗普大厦，这个经常在这扮演特朗普的这个人。反正游客找他合影的话呢，一般要给小费，拍是随便拍。前面这位美女穿的裙子都拖地了。又回到了苹果旗舰店，如果大家来第五大道要找厕所的话呢，在苹果旗舰店楼下拐左手就有。
第五大道再朝北走呢，就是哈林区，那后面呢就没有什么商铺了。坐地铁撤退了，今天给第五大道来了个 3D 的扫描。今天第五大道的商铺的视频也相当于一个纪录片吧。